你上次要创？大家拢感觉真实话吧？阮小弟是警察的，咱是角头的。你上次会话量多，你是要甲大家讲，阮小弟甲黑社会有斗口吗？阿母，你若跋倒啦！阿母，发生什么代志？这我的大汉后生啦，阿在讲话吃头路。你唔知？你若会当保守我的秘密，我会使卖受你的保护。我考虑看嘛。